我是潘普钦，为 Nebrifos 答案所提供的录音，唐诗300首卷一第22。寻西山隐者不遇，作者幽惠。绝顶一茂时，直上30里，叩关无同仆，窥室为案机。若非跟柴车，应是吊秋水。差池不相见，闻连空仰子。草色新雨中，虫声满窗里。及之契幽绝，自足荡心矣。虽无宾主意，颇得清静理。兴尽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？读完啦。Nebrifos 嘅录音都系公众所有嘅。